以后就要回总部了，不上去收拾。哇，买这么多东西啊！有钱了？给童年的，分手礼。<笑>你笑什么？你这个人谈恋爱挺费钱的呀，在一起送古董项链，分手了还要分手礼。 这不是一个男人应该做的。对啊，但是你有闲钱的话，能不能还我一点呢？那个，你能不能再借我一点钱？不要微信转账，最好是现金那种。你真拿我当提款机了？还是又准备跟谁分手啊？你哪那么多废话？ 咱们还是不是兄弟了？现在跟我称兄道弟了？哎，小气鬼！